在 VBA 里面哦，刚好有一个类似的叫 dative 多一个 f，可是那个函数呢，用起来其实就没有这个函数这么好用，因为它只要 YMD 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当然呢，你就可以想到，也许你假设啦，我希望这个范围动态的输出，那输出的话呢，基本上哦也是类似刚刚写法，把这个范围先清掉。如果我希望按按钮自动帮我粘这个范围直接输出的话，那我第一个我把这个范围先清掉了，看是不是上下啊，delete 掉。第二个，那当然我会先输出命令啊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哦，我直接切到 Visual Basic，一样哦，我就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程序，程序名称呢，也许叫年龄好了。好，那这样哦，我输出的范围是一样是 for i 等于第五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，所以有时候哦偷懒一下，写过的东西有没有啊就拿来用，然后顶多是拿到什么 tab 下，然后这边按 enter 好吧，两下，再打个 next 啊，记得就是一定要养成好习惯，一定要啊缩排哈。那再来的话要做什么呢？我要把那个公式呢输出到第一栏。那写法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先把那个就是哪一栏，我习惯这样的话，i 列的第一栏直接先打上去，那等于什么呢？括号等于就是后面那一串公式。那个公式的话呢，其实你就给它一个双引号，先代替一下。那现在公式还没放进来啊，那我就先在这边产生什么呢？产生我刚刚那个公式啊，就是做第一次还是要先把那个公式先做完，等于什么？这个跟它 dative 刚刚讲过哦，那 dative，然后前面日期可能这样，这应该是后面的，这个其实先这个，然后逗点。第二个，然后这边把它锁一下，锁这个大写符号，然后逗点，我要是 y 比年打勾一下，好，当然原则上我们是向下填嘛，不过如果我今天希望从 VBA 跑输出的公式，一样我先做第一次，把这个公式呢复制一下，取消，记得要取消，因为你如果取消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切过来 VBA 哈，记得要把这个取消一下，好，然后切到 VBA，把刚刚的公式呢记得哦。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，记得哦。如果你要在 VBA 里面输入公式的话，但是呢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如果你公式里面呢，啊本来就有双引号的话，很简单，请你把原来里面的双引号哦，变两个双引号，规则一，OK。所以这边哦，你不能啊，里面有的话，一个变两个哦。为什么要变两个？很简单，因为你公式里面的双引号跟外面的双引号。啊，如果不区隔的话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里面还是外面的，所以里面的一律是两个，外面的一律是一个。OK 啊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里面的，那他自己帮你转啊，反正呢两个变输出之后还是一个。OK，第一个规则，第二个规则的话呢，就是我把它输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把它执行，执行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有没有全部输出了，输出了，但是变成什么？每一个输出都是90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丢给他的公式是给 wrong。可是哈，这个什么呢？F2 今天是固定的，但是 C5 不能一直是 C5 啊，你变成什么？五要变成六，六要变成七，那刚好我的回圈刚好五到最下面一列，五六七一直往下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只要把五改成 i 就可以了。好，但是可是问题啊，你不能直接这样啊，改成 i 放进去啊，这样跑 OK 呢？当然不 OK 啊，因为 i 是变数，你不能把它当文字写进去，不然它就一定是出不来嘛。里面就有没有井内找，意思是说他找不到那个什么叫 CI 的东西啦。哦，你那没有 OK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重要的观念以后，如果你要把一个变数放在一个字串当中的话，那个概念好像跟前面我们串接概念是一样的。那你就是有文字有公式，就是文字跟变数啊，记得先怎么两个双引号，意思就第一个串是接前面的，第二个双引号是接后面的，把这个字串。有点像切蛋糕了，先切开来，啊，左边右边，啊，中间我要放东西，放东西你不能直接放，不能把 i 直接放中间，你还必须啊，加两个串接符号，and，OK 哈，就跟接公式一样。然后呢，and 前后呢，我之前讲过一定要空白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把 i 怎么样放中间，就完成了，就这样了哈。啊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我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哦，我刚刚跟同学讲说，不然这样，你是本来对不对哈？还是背口诀，我习惯上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，and 再移到中间，打一个 i 就可以了。反正以后看到变数要串放在中间了，
有点像你背规则好了，自己再把空白补上，答案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来执行它，就会直接把公式通通都过去了。所以未来哦，如果你遇到那种状况是，你可能需要某个函数，但这个函数呢，在 VBA 里面你又找不到比较适合的，那你可以暂时拿 Excel 里面的函数先做好之后，再放到哪里啊？放到回圈里面，它就会自动怎么样，帮你全部完成的。好，这个那里面的规则哈，也是延续前面的 ，for i 等于哪一列的哪一列，最下面列 next 输出到哪一栏哦，对吧？这个有时候习惯之后，你会闭着眼睛，其实有时候就是直觉的，慢慢的就是可以把你要的，把输公式就是在双引号里面呢，把公式贴上。记得两个重点：一，如果有双引号，就要点两个；二，如果里面有列号，哪一列要符合嘛，你就把它改成 i， 就这两个规则。这样子哈，输出公式就非常非常简单，而且甚至如果你有很多栏的公式，我之前也试过啊，就直接按个按钮啊，全部都资料通通，其实我是塞那个公式到出文格里面，然后最后呢，你也可以自动列印或者输出 PDF 啦，那它就自动跟着后面再结合那个 Outlook 物件，自动就把资料寄给任何人，自动就可以一键完成所有的流程。你看这样的话，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简单，而且又比较有风险的方法。OK 哈。又可以结合你原来已经写好的在公式了哈，那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。哎，是。那我现在当我让它插进去后，对，那个九十二栏，它就变成城市一个方向。对。它写地区上，那我会直接想要写入的这实际的数字，就比如九十接写数字，但是它不可能是消费实际，会对我要不会讲地址。那其实哈，因为它丢一定丢公式嘛，你很简单的，就是像就是砍过去，有点像是。把原来的东西，把原来的东西啊再剪下来，然后呢这边有什么选择性贴上，把那个词给贴回去就可以，把词贴，可是呢它原来的资料如果说直接贴剪下来的，它变成它可能需要你先把资料去先在别的地方做完，然后你就把那个资料再转移直到。你指定的位置之后，再把旧的删掉。如果你要做底下，你要多叙述一样。也许你输出的时候呢，就不要说先不要输出到第一栏，也许你可以输出到一个旁边的栏。然后你就再把那个资料没有，公式再转直到那个储存格。转完之后有没有，再把那边的资料全部删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分步骤了。那个数字很多，它会先回传的话，为什么只有刚才用 IND？过去，你知道的，因为它是不行，因为它的作用很简单，它只是说我们把那公式就是丢到储存格执行而已。但如果说你将来要又把它变成其他的东西，那可能就是丢到某个储存格之后，你看就是再做转移也可以了。这个可能就是变到两阶段，它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一阶段就直接完成你要。